好，我们是没有才能。我是裴拓，我是硕梅，我是若欣。等一下开场我们要演唱的是《晚点再想，晚点再想》，它是我们收录在新 EP《乌雅乌雅》里面的一首歌。这首歌呢，送给所有有拖延症的朋友，在我们遇到快要来不及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可以保持着一个很从容不迫的态度。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听这首《晚点再想，晚点再想》。晚点再想。Yeah, 晚点再想再想，习惯的纯粹，你不用在意别人的口味，旁人怎么看我都无所谓，那些吵杂意见既定理念我都当成 bullshit。 I like a shit you play， 才不管对不对，再不去追寻这些传说，30岁或许过不久我就被平凡击溃。 But I don't care， 才不在乎我几岁，装下的痛没有人能懂，真是梦的痛没有了脸孔。你的生活是艺术品，怎么雕刻怎么快由你自己塑形。You lay 乌鸦啊，先落下在淋湿我的头发。乌鸦啊，再发现我根本没有头发。我的生活里面没有逻辑，你要我讲几遍，快乐才不会过期。长这么大才发现我长这么大，老塞都会有灵感拖都装不下，怎么可能让生活这样过，怎么可能在这里难过会比开心多，怎么可能这样，怎么可能那样，没有可能放平凡的歌曲我怎么可能唱。因为天注定才，所以我会唱明白，是因为世事无常，所以本心一生不变，不敢后悔，我行为还是诚实与进退，我做最自在的自己，只想着不拖拖拖。先落下在淋湿我的头发。乌鸦啊，好了不用唱了，晚点再想。乌鸦啊，生活没有音，那就晚点再想。乌鸦写不出来，那就晚点再想。喜欢就是喜欢，没有人能够批评你的喜欢。不管你站在这还是梦的彼端，都没人能够对你进行评断。要是我能够将爱恨情仇都抛诸脑后，要怎承受，又怎么会过得这么难受。你们都走得太快， You don't know present 都藏在门后。或许生命的漫长不再意义，或许生命的意义不再操心，就算愿望也都在此计划内，乐在其中又不算浪费时间。乌鸦先落下在淋湿我的头发。乌鸦晚点再想，乌鸦啊，生活没有音，那就晚点再想。乌鸦啊，一辈子那么长，那就晚点再想。bullshit 突然不会唱一下，喜欢纯粹，不用在意别人。乌鸦，乌鸦，乌鸦。欢迎收看《全城绿化风音乐》，我是陈曲，我是党堂，我是松，我是旭宇，我是丁玲，耶！每周的开心的时候又来了。傻眼！今天来宾是让我们真的会很高潮。今天真的是，真的，两趴，两趴不一样，不同的高潮，高潮感，对，不同风格。然后今天的开场还有一个团，一个他们是算一个乐团，乐团。刚刚大家开场表演看到的，对，大家刚刚看到的，他们就是那个没有才能，对，他们来这个毕业歌，然后爆。没错，我们晚点再谈。我觉得现在他们毕业生都是超有才能的，对啊，然后故意讲没有才能。可是我那时候在毕业的时候，我在干嘛？毕业头发好，唱那个固定的那种。年轻，小说到年纪，年轻照样。我真的没听过，没听过。我知道了。等一下，你为什么会知道透露年纪呢？啊，没有，什么意思？没有，你会知道这首歌？没有，那想必我刚刚唱那一首歌，他们没听过。你知道为什么吗？他们唱，因为晨曦听的是我们年纪更大。看那红色蜻蜓飞在。太久了，不是，乱讲，不是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干杯了，哦，干杯吗？没有，因为我大学比较晚毕业了，对。我是离得太远，晚十年呐，对，要晚十年，他当医学院在读，所以他比较晚一点。重点就不在我这里了，好不好？哪锅不开提哪锅，提比较重哎。好，我们这一次还是有那个抖内的部分。
哦，阿双谢了，抖内王，抖内王，抖内王，真的都他的哎、欸，抖了、啊，真的都是他的哎、欸。真的是很猛哎、欸！一二，念出来，念出来。我们以后可以躺着。而且不是，我们现在接下来就不是欢迎收看学生天团魔人，是欢迎收看学生天团的封堂诗，就是或者什么的。每个礼拜来都念，每个真的。你真是很有才华哎、欸，还会写诗。来，这个是什么？来，学生天团风音乐。嗯，同会四海共欢快，是双城风仔半霞日，是祝愿长虹永续生啊， yeah. 像极了爱情呀呀呀呀呀！我看到那个，你又看到什么？你有看到长头诗？长头诗倒着念。祝双同学，然后最后 Happy Birthday！ 耶、yeah! ！好强哦！好嫁给他了，嫁给他，真的真的。而且最开心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他叫我同学。他是为了要加那个节目的名字。哎、欸，对对对。可是你们知道吗？是因为这样。可是你们知道我看到的重点是什么？重点是什么？同会四海共欢快。什么意思？你们知道吗？不知道、欸。他这个斗内汇进来是同四海一二三四，连我们都有份哦，真的、哦。共欢快啊，就是大家一起同享。对啊，这一笔汇进来真的，我们四个都有份。哇塞，真的了，這個、不如第一次觉得你国文真好，是不是？他真是这么好了，你看是这样意思吧？所以呢，这一次的斗内是我们所有人都有，我们所有人都有，因为有这种，我们所有人都可以分到一杯羹这样。我就给你羹，只给你羹，只有鱿鱼羹的。对对对，大家可以各点一碗。哎、欸，不是这样子吧？它上面是这样子写的啊，同会四海共欢快啊，对不对？对，还是要非常感谢，就是爸。谢谢，这次叫爸爸。没错，我今天也是带爸爸。好油哦！哎呦哎呦，有一点小默契哦，欸欸啊、可以哦、喔，可以哦、喔，可以哦、喔。可以看到吗？可以看到吗？因为小爸哥。哦，你昨天有没有挖？亲很多。有，亲很干净。有啊，还敢献，好不好？好呀，我觉得藏在这边的。好的，我们刚才有先预告过今天两趴的来宾了，对，然后完全不同风格。第一趴是美女人。平面写真 model 的部分，对，然后第二个是一个音乐饶舌 rap 怎么样？ Yeah. 我在讲音乐人，然后马上大拇指就比起来，这是什么意思？粉丝来的是不是？对，那个专辑 run 了又 run， run 了又 run， 非常好。而且大家可以看到那里，你这样不行哎、欸。第一趴来宾讲的时候也要啊。对啊，我们是那个各负责一块。他是这样子，第一趴来宾。第二吧，好，今天懂了吗？懂，可以了吧？懂，可以。好，然后大家就期待一下啦。对，在我们在看到这两个来宾之前，影片要来跟大家讲什么影片嘞？动物森友会。对，给你讲最是。最近超红。你就是是，我没有，现在我已经没有了。不是，我跟你说，就是大概两个月他开始红的时候，我讲是最有就是最有感觉的。现在我已经弃游戏弃很久了，所以打开真的假的，没有在玩，已经长草了。对，我现在打开的时候，哇，整个是蟑螂到处爬嘞、欸！他真的会这样哦、喔？他真的会这样？真的有蓑螂？就你过一段时间，然后打开之后，他就蓬头垢面，就头发就超乱，刚睡醒的、啊，然后他就叫你抓蟑螂，喔、就你房间就有很多的蟑螂。啊、哇塞，好生活化、啊！对对对，然后就把蟑螂抓出来，再可以去进行游戏哦。那其实它就是抓蟑螂的游戏，就是你要抓蟑螂，为了抓蟑螂，对对对，但就是很可爱，但还是有很多人在经营这个。对，这个游戏大家真的是越玩越夸张，对，入迷啊，各式各样的场景，整个创意大爆发。不，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这些还有在玩的朋友，对，更有创意的玩法，让我们来看一下，除了抓蟑螂以外，来。就带大家来看看玩家们打造出那些叹为观止的画面，让人不禁觉得我们到底是不是在玩同一款游戏呀？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打造一座岛屿，不如试试看把整座岛都市化吧。有柏油路，有斑马线，有建筑物，还有电线杆，整个观摩看上去相当的繁荣。哇塞，做出一个属于自己的新市镇，真棒！动物森友会游戏中的场景其实范围都还算小，不然移动往返都像叫台计程车了呢。有不少推友也在动森里面还原了神隐少女的场景，有些甚至精细到连街景都做了出来，真的很强。另外一位网友的神隐少女作品花了这么大的心力打造，除了逛起来很爽以外，也一定很有成就感吧。还有玩家把任天堂版本的勇者斗恶龙四代场景原封不动地搬回了岛上，老玩家看了应该会感到惊奇吧，还以为进到了红白机时代的世界呢。很难想象一个偏热带风情的岛屿竟然可以
自助成一个冰天雪地的国家，看了都觉得凉。今年夏天太需要这种冰凉的感觉了。这位玩家制作的场景也非常狂，大家有被自动感应掀盖的马桶列队欢迎过吗？说真的，看到画面觉得这感觉真不错，觉得被重视了，被马桶重视了。只要有心有想法，什么样的世界观都可以搬进来。在国外就有网友将场景布置成哈利波特风格，一整个学院气质丰满点，感觉置身在一处充满魔法的世界里面。国外玩家把无人岛设计成埃及样式，除了服装以外，整座岛上面的建筑甚至植物什么的都有细心的规划，感觉真的像是坐时光机来到了过去的时代一样啊。看完了那么多种的创意玩法，你最想去谁的岛上玩玩呢？要收集很多壁纸什么的，你其实不是每天都可以收集，它是有特定的商人到才可以收集。嗯，就是而且你每次买都会买到不一样的，所以你不一定可以每次都可以买到你想要的东西。它是不能挑的，它是随机，你买完然后打开你就会知道是什么。它不能分数量哎，数量也是吗？就是一天就只能买一个，就是比较特殊的，就是你一天只能买一个。它不能说关网路然后调日期吗？可以，会会会会。干嘛？以前就是这样，关网路调日期的，对对。要脚踏实地一点好不好，是是是，像游戏玩那么辛苦这样子。但那个真的很厉害，他因为在花很多时间，真的蛮厉害的，真的蛮厉害的，好强哦！这些人真的是，哇，好有时间哦。哎，没有没有没有，很有毅力，跟那个像现在路上有在抓宝可梦的，我也是觉得很有毅力。有，我还看到，我角色比较稀有。这边居民是可以买到女朋友的吗？你要不要现实中买女朋友比较快？我想，我想他们每天这样弄啊，自己在那个城镇里不是很孤单吗？你说网婆？对。哎，对，他们有年龄，对不对？他们有年龄的。网婆这个字现在怎么会有网婆的？现在没有了，现在有这里有这用吗？很难讲，搞不好有啊。我不知道啊。有啦有啦有啦。常常说的就是没有，有了，现在没有，那现在没有，但就是反正就是重点是里面呢，但是大家就是可以玩，然后但如果你是真的有男女朋友，你也可以两个人一起在那个岛上奔，一起抓蟑螂，对对，但你女朋友就是喜欢是什么的话，我觉得下一个行，搞不好你也去买就可以，是是是，了解。我们来宾今天就是一个女生，对，所以我觉得她应该是很多人的女朋友，没错。我刚刚有看到她的人，跟我们这边就是目前在场的三位女性是怎样，长得完全。三位女性，请问是大龙，就是是大维，你好，没有，就是一二三，对，懂了，一二三，三位女性，对，三位，OK OK OK， 好，我们先来听她唱一首歌，然后再来欢迎她出来，好，好不好？她这一首歌要先带来的是你的女朋友，对，是你的，你的哦，是你的哦，我们来听一下，接下来我要唱的是你的女朋友。然后这首歌呢是搭配我这次的写真一起出的，然后就是走青春可爱洋溢的风格，所以我这首歌的歌曲也是很甜美的。然后会叫你的女朋友呢，是因为我的写真里面也是都是用男友视角下去拍的，对，然后歌词也非常符合我的个性，就是因为我是双子座，所以里面有蛮多部分都有讲到双子座这个点，然后鬼灵精怪的风格这样，那希望大家会喜欢。一点小动作只能掀起我内心的波澜，有时很主动，而且想自由，不想你多管。几秒还笑得开心，下一秒就对你生气，怎么有时对你温柔，有时又对你很凶狠？看着你，我就开始想要对你作怪，不是想着你，只想知道你对我到底多爱。习惯你的看看，而他对我不厌其烦，你的笑就是治愈我的良药，谁能懂我的执着？我的心就被谁赤裸？鬼灵精怪就是我，像风一般的双子座。你总是能够化解我的情绪，我的不安，是你的温柔幽默风趣让我忘了负担。习惯你的体贴耐心，你的在乎关心，你的好就是治愈我的良药。
是我、哦哦、像风一般的双子座、哦哦、文字只是用来掩盖我的爱，情话无法轻易说出口，其实我也没那么难捉摸，因为你的笑就是治愈我的良药。撒浪嘿这个大刚刚那个氛围都变了，很甜，对，清晨，嗯，清晨，清纯。你说清晨早上起床的那个清晨也是可以啊，搞不好因为他有出作品，然后你清晨起来的时候，你也可以这样看，看到就觉得开心，看到就开心，今天一整年都开心，对啊，你现在笑容都那样拉不下来呢。那废话，因为他坐我旁边了。讲那么废话、欸、那我们来先热烈的欢迎你的女朋友张雅涵。Hello 大家好，我是雅涵，然后今天带着我手工书来给大家看。Kimi， 对，等下他现在这个写真这样放那边，其实我不晓得要就是有三，就是到底要看西瓜还是要看、哦、有三个地方想看，对对 对， 對，想看不知道看哪边，看本人啊，看本人啊，想什么呢？当然人都来这边，当然是看本人啊。我好奇，我有两只猫，真假的？我那个猫，什么猫？这个很可爱。其实旁边这张也还好，就是另外一只猫。对，真的，有很多。然后这边遮老半天，其实老外没有遮到，就是 OK 的，重要的，最重要的，因为他为什么这个他的。我给你打住，这样就是这歌是你的女朋友，对，是要问一下择偶条件吧？哦，对，哎，他是说他是你的女朋友，但他总是要就是喜欢的男朋友类型是什么？其实我真的觉得大家不用交女朋友，买这本回去好，里面真的是蛮好看，你们自己看，我没有在跟你们开玩笑的。我想听，我想听，我们先他先讲，你们慢慢看，他讲。哎，应该就是基本条件贴心吧？贴心，嗯，然后。170，一百七，你几公分？你几公分？可以动了吗？你几公分？我152，152，170，最高身高差啊！对，不是，我刚刚讲出来有点心虚，因为我自己身高没有很高。哦，所以那你会想要170以上，八或者是就是180？不喜欢太高，太高，180还可以接受，180可以接受，嗯，但不能低于在。太高不行，太高不行，一八我就很高了，一八就已经极限，对，一八就一八极限，嗯。哦，所以是170到180之间，然后贴心，贴心，还有吗？还有吗？你喜欢皮肤黑的吗？就健康的、阳光的，有在运动的哦。为什么突然间有？为什么？为什么？有在运动？为什么？脑袋里面怎么开始说话了？你们不要这样子问啊！你直接说一个你的理想型，哪一个男艺人？哪一个男艺人？艺人哦，布鲁斯，你们知道吗？布鲁斯威利啊，不是，他以前叫布鲁斯，他现在改名叫什么？哦，我知道那个等一个人咖啡。等等等等等等，哦，我知道他，我知道他，逃出立法院。有一种悲伤。对，逃出立法院那个。哦。对，他为什么超高？他高，他100，我没有。对啊，他超过180，对他超过，可是那种型，对对，型啊，型很像，就是那种型，然后170。嗯，就是打一下，其实身高也不是很重要，对，身高还好，主要是贴心呢，嗯，主要贴心就是要对你好，个性要好，对。那你有遇过最贴心的事情吗？就是你真的遇过，哇，这男人真的太贴心了。可是我很容易就会觉得他很贴心哎，你说接送那，对对对，你有说啊，今天小事情我都觉得很。他今天就是跟你在一起的第一天，然后买了一个午餐给你，
然后你就中，就好贴心，然后就好贴心，后面要怎么样都没关系，是那意思是不是？没有，但是要维持啊。哦，要维持。对，我以为就只要买一次就好了，一年一次，哪有那么好？一年一次，哎，一次五三，没有，没有，但要持续啊，要持续。那怎么样会让你觉得瞬间扣分？瞬间扣分，瞬间扣分，就是地雷啊，这种人才。哦，这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懂问，瞬间没有感觉，冷掉。我有一任是，就是可能我们朋友出去吃饭，然后是跟他的朋友，我们去吃火锅，然后那时候他就先付了钱，然后回家他竟然就是跟我说，哎，宝贝，你可以先给我那个午餐的钱吗？不然我等一下没有钱可以那个上班，我还要去领钱。所以他真的，我会觉得说，爽帅，没有，因为我本来都是 AA 制，就是可能有时候我付，有时候你付这样子，这样比较不会感觉分那么清楚，对，然后他就这回去还要很没有感觉，是真的感觉很不 OK， 超级不 OK 的，对啊，超级扣分。他现在外面应该，他现在外面帅了一番，为什么？然后我就在说，哎，你可以给我呢，就是感觉很，然后分手了，因为这件事情，然后就拜拜。也不是因为这件事情，下一次他下一次吃饭的时候，他出去付钱，然后说，哎，宝贝，刚刚吃的那个，再跟男朋友要回来，牙还牙，哎，对啊，应该要这样做。等下我有一个疑问，什么疑问？为什么写真传到那边就没有传过来了？不好意思，好奇怪，对不起，是不是有些我不知道啦，是不是有些就是可能照片看起来很美的动作或者是很美的画面，但其实拍起来是不符合人体工学，对对对对，都是要不符合人体工学拍起来才会性感。我懂。所以你这个好，这个好，就是有在做保养，因为你不止，应该不止出一本而已吧？对啊，总共出了多少？这是要翻多久？我还没看到呢。第五本太烂。然后每一年的每一本的中间大概都是隔多久？都是一年发一本，一年发一本。哇，厉害了！那你根本就没有时间，真的是可以就是大肆的这样。对啊，一直维持，因为你要一直维持啊。因为我食量也不大。哦，是因为长期这样的关系，所以食量就比较没有习惯了。不知道还是我小比较小只的关系，所以我从小就食量不大。哦，就吃比较少。嗯。哦。现场示范一下。可以了。可以吧？可以吧？可以啊。我们准备一个。水或者是，两下你要做 ，OK， 但是它不是这样子定的，因为这样会很尴尬。然后它是那种就是，比如说你摆啊，然后笑啊，哈哈哈哈哈这种，然后摄影师会去抓你那个瞬间。那我们直接来这边示范一下，你给他一个角度好，你给他一个角度让他。那就等下是头要歪，头要歪，对，头要歪，歪右边。这是谁的？如果没弄，你不要打开来喝，你不要真的，还卖呢。对，等一下我就开始卖这笔。就是歪头，然后笑。哦，笑。然后靠近嘴巴这样。懂。对。哦。不是，我第一次看到现场就有特效了。为什么？那误导我。为什么？怎么了？是发生什么事？以前都没有。赶快，摄影师，哎。我也是吗？哈哈哈哈哈！哎，这你知道我？喂，这算表情？表情我们还有肢体，因为他那一本里面，我们刚看人家肢体也是很厉害。对，对，要拍那么肢体也是非常厉害。肢体的话，就有一些什么比较自然一点的，或者是性感的，还是就直接来性感。我们直接觉得请雅涵，就是你直接摆，你觉得最难的现场。性感是必摆的 pose， 好了，就是你如果性感其实没有性感有一个诀窍就是什么就要慢慢性感。前面但是我今天穿的比较宽松，就是你要凹，你要腰要凹，就要往前，然后屁股翘，对，但是曲线要对对对，然后可能比如说手这样子摆好了，哦，会有一个 S， 有，就是你手也不能挡在这边，侧面曲线哦，一定要拉起来，就是会有一个这样 S 的曲线，哦，很厉害。那我去健身的时候可以这样吗？可以啊，边走边你站起来，你来，站起来，你给我站在 C 位，快点，我要看，然后来健身，老师再来一次，哎呦，我老师今天很大，老师你要在旁边，我在旁边。你好大一只的龙，你们请朝向同一个方向，迷你哦，面向左边好不好？来，就是来这边凹，然后屁股翘，练手啊，练手，对，屁股翘，我帮你
这样才有曲线，对对对对对，然后屁股翘，再弯一点，他金大义，金大义，已经到底了，哎，他已经不能再凹了，对对对，差不多，就是这边有一个 S 的。好了，粉丝耐心是有限的，然后就这样，对，要挺胸，对不对？对，要挺胸，他挺胸，挺胸，哎，老板你挺胸，老板，你穿反了，你不要见短，你是脱不了搞笑这件事情吗？可是他刚刚听你腰是真的很凹哎，他真的。可是凹太久很酸，对啊，对，行吧，这样表情，因为他刚刚我们看到那个照片是比较阳光一点，嗯，然后性感的表情，嗯，哦，怎么看起来比较凶啊？对，没有那种野蛮女友的感觉，坏，有一点坏坏的，坏坏的。哦，好，但是因为我今天穿的衣服比较没有那么有个性，没有那么坏，但是我觉得如果穿衣服跟加上表情会比较展现得出来。那我你刚刚说的，我就突然想到一个表情，可能就是咬嘴唇，就是。就是这样，有点笑着，因为要咬得好看，咬不好看会很失败，就是有点微微的。我帮你，我帮你，给你准备一下，给你准备一下，一个成功的。我们给他一个那个时间酝酿一下。OK， 好了，好，一二三。哦，这种就是坏坏的，哎，摄影师，不是摄影师，是导播，导播。摄影师是无辜的啊！对不起，导播导播。可是咬嘴巴，咬嘴唇应该蛮难的，就是要咬得刚刚好。怎么会有咬嘴巴？你那咬嘴巴，咬嘴巴讲出来，你像这样子拍照的时候，人家很好笑哎。因为我不常咬嘴唇，我们就很常吃东西咬到，就是咬到有血的那一种。可是女生咬嘴唇其实是一个，就是就有点性感坏坏的那种感觉。对对对对，很难呢。换精灵，换精灵啊！精灵咬一下，我是想甩巴掌，没有甩巴掌在吧？你咬一下，咬一下，学一下，学一下。哎，我也要那个。好，你让一下。哦，一二，好了吗？是坏坏的，不是坏掉的。坏的，不是坏掉哦。好，我知道了。一二三。坏掉，没有吧？不要乱笑好吗？好像给他上一个坏掉，坏掉，坏掉，这样很凄厉。刚刚那有过关吗？我觉得还不错啊。真的吗？我觉得还不错。我回家眼神有对，眼神有对，所以是嘴唇不对。嘴唇可以再咬，不是嘴唇不对，长相不对，没有没有，开玩笑的，他是玩游戏吧？接下来要玩的可以可以，我们可以玩游戏。我们刚刚有稍微练习一下了，嗯，虽然都失败。但是不过没有关系，接下来我们要玩的这个游戏也是跟表情有关系。哎呦，嗯，应该是算你的强项。厉害，嗯，我听听看，你听听看，因为游戏跟我们等一下这个游戏是这样，我们要用表情，然后让对方猜出题目是什么，身体都不能动，哦，真的不容易，只能用表情，很难，嗯，好，去呈现。你给镜头看一下，不要讲出来啊，我们没有戴耳机哦。哦。OK 吧， okay, 这应该 OK， 这应该可以吧？好，对，你要用表情哦。好，演这个。好 ，OK， 好来，可以了，可以了，请转身，转身离开 ，Action， 开始了，开始了。好，几个字啊？这可以讲？对，几个字？两个字，两个字，两个字，无辜，我也觉得是无辜，害怕。好像是另外是个情绪吗？哦，他是让他酝酿一下，让他酝酿一下。对，其实有害羞，有一点尴尬，接近了，接近了，腼腆，腼腆。他其实演得很好，他演的两个是雷包，对，这两个真的是，这两个真的是，他是哀求小女生，就是害羞的小女生型。这个两个字是一个是动词，哎，算是。算情绪，不是情绪，不是情绪，一个情境，是一个情境，是个情境。嗯，很像在求别人，就是看起来很无辜啊，很可怜。但是为什么呀？为什么会被骂？这样，只问很少哎。什么时候要无辜装，或者是什么时候要害羞？害羞，对。再多一点，再多一点。啊，诚心没经验。不行，我觉得太远了。因为很暗恋，暗恋，暗恋。对对对，暗恋。他说，因为说他没经验啊。我不是因为这样子猜对的吗？很认真呢，我演得很好。嗯，来转身哦，转身哦。好哦。麻烦帮我看后面板子哦。那我可以发出声音吗？
不行则赢哦，不行，哎、欸，这个很简单啊，这个很简单啊，好，可是这个可以啦，这个简单啊 ，OK 吗？好，你有经验吧？动词还没有，怎么每个都人家有经验吧？有吧？有的不会答吧？对啊，这个有经验，转身，这个有，这一定有，有一定有经验，一定会猜错。我们先啊，你太快了，反正不想跟他们讲了。真的吗？这个字我都看到，四个字，来。楚楚可怜啊！我皱眉头，大傻眼。痛！再来，多一点，再来一点，再多一点，不能点头，不能点头，再多一点，再多一点。啊！被火烫到。被火烫到这么干净吗？被他生气了，生气了，他要生气了，好猜，他变野蛮女友了，生气了。再来。按摩啦，按摩。然后呢？四个字啊！按摩，按摩。喂，你按摩哪里会痛？喂，来宾都快忍不住了。欸欸、他问你按摩哪里会痛？其实每次被按都蛮痛的。哦，嗯，再来，真的坏掉了。赶快猜！好吧，我怕我太快猜到，嗯。知道吧？正简单好不好？对，正简单，对啊，脚底吧，脚底按摩吧。我在八分钟前就讲了，脚底按摩。对，正简，脚底按摩，对不对？其他那个也蛮厉害，很好，很简单，是超简单，厉害，很简单，你们就赶快猜嘛，在那边。好了，这样现在很尴尬。换人，你这么会讲，来，你来猜一个。换人演的吧，换人演，来，你刚想猜。没有想让我下去的意思。你们两个出去不可以透露。来，我们平常在做的事，吃火锅好了。来，我们准备好了。做火锅，好，请准。他们在吃火锅呢。走上。好来，行啊。我看看。小屁孩。不耐烦。肚子饿。肚子痛。两个字。必给。必给。哎呦，厉害了。它是一个厕所便秘放屁，好像有哎，一个情绪，它是一个情绪，一个无奈、烦躁。我觉得他对这个字是不是烦躁？烦躁是不是有点焦虑状态？哦，哇 ，bingo， 好会猜啊！是把词都讲一遍的，对。再一题！我是快约好吃火锅了。去了，台南人的部分。台南人，哎，其实我蛮喜欢去台南吃的。哦，开始，那我们是住在台南的，怎么演这个？不是哦，这个住在嘉义的。应该每个你上次有演过这个吗？台南最北部。好了，好了，请转身。这么快是不是 ？Action！惊讶，好会演，哦，很会演，很好，很细节。错过兴奋，错过猫懒。四个字是吗？三个字，三个字。中。错过飞机，错飞机。你不要误导啦！不要误导。造飞机。很像，真的很像中奖。很开心，很兴奋。强哦，中乐透之类。很强哎！猜出来了，中乐透。猜出来。中乐透。他猜了，是我猜的。我猜的啦，还是我讲的？他猜。我刚说中了头哦！我刚刚以为是点餐呢，我刚以为是点午餐。你怎么又开了？一二三没了，我操！三有了，这太广告了，这太广告了，对，可以吧？你很夸哎，是他猜中，我讲，这样他不对，我们让你借你们俩默契的啦。嗯，你在日比，我让他猜。对啊，你们俩单独这样一组 PK 一对一，我去演吗？对，你去演，对对对，画面好看了。你转身啊！我转身。刚刚导播送我怕我演的不好哎。不会。这个扶起来，好想把它捡回去哦。千王，这个还好，再好。好，再好。来，老看你多会猜。啊，不可以影射别人哦。不能看。哎，请转身。好的。好，这个来，我看看。哎，出不能出声音呐！可以，刚声音可以啊，可以。哎，你们的女朋友要生气了，你们的女朋友要生气了。好，我看，有猜出所以然来吗？哎，结束了。他演整套的，演完了。他演的很好，再一次。很厉害。三个字吗？对，三个字。
看到变态，看到蟑螂，看到那是四个字，三个字。我先想一下，我要那个啊。你继续，你继续。害怕，受惊吓。口水可以吞的，就是顿点顿干净。对对，受惊吓，惊讶，害怕，害怕。哎、欸，手不能上来啊！啊啊啊啊！不要这么笑，怎么了？怎么了？看到鬼啊！是不是看到鬼？跑不倒，跑不倒，太厉害了！我还想玩呢，傻眼。你们俩真是难不倒他，对啊，对啊，是一个 team 哎。好。先听一首歌，一首歌，这一首歌是什么歌嘞？阿宇哥，阿宇哥是不是？对，什么歌？我们再来一首歌，《心花开》。心花开，我要唱的是李千娜的《心飞飞》。然后我会选这首歌，是因为我觉得台语歌里面很少有这种这么甜的歌，然后歌词里面我觉得也蛮符合我，很期待那种就是很梦幻、很甜蜜的感觉，希望大家会喜欢。精灵系的野蛮女友可能就很难，就是可能我人格会变换。对对对 ，OK， 可以啦。今天我们的游戏都是很让就是粉丝们开心的、欸。嗯，刚刚有嘴唇吗？就各种各种大特写之类的、嗯，大家都可以截图截好截嘛。对，不要截丑照。先讲好。喂，先讲好，不要截丑照啊。三张，对啊，要先讲好啊。对，接下来我们要玩这个游戏呢，就是唇语接力。OK， 戴着耳机哦。第一题，我们先来简单的。哦，简单的嘛，这个很简单啊、OK 吧？他们如果猜错，就他们没有认真。对对对，他们就不知道今天谁来。他们如果没有猜，你就站边边一点。对，他们后面他们如果没有猜，还在那边笑，没有猜中的话，不要跟他们讲话。笑。OK。你的女朋友。好简单哦、喔，好简单哦、喔，好开心、喔，好，那好强哦，转了转，还是错的，这个，等一下错了就好笑。你的女朋友，哎呦，很标准哎、欸，
他一脸什么很丑。你们不要吵架好不好？女朋友，再一次，你离的女朋友。有这游戏好，知道吧？知道了，知道了，是不是？知道了，知道了，不知道。OK， 拿下来，知道了，结束了。很简单，一起，你们两个一起，一二三，你的女朋友，可以，这一题简单呐，简单，简单，简单。哎，你整个答案就在后面呢。对对啊。这一题简单，那接下来我就不敢说到底简不简单了。好，好不好？戴上。好，我们先换，我们先换。我换位置，换位。OK。哦哦哦，有点难。这有一点点难，有一点点难。可是其实我觉得你的那个发音很标准。真的好。嗯。好了好了。这个是马路三宝。这个好难。有白鹿沙包。哦，很接近哦。马路三宝。造型是一样的。对。餐包。马包。马路。餐包。马路。马路。三宝。好厉害！每次答对都这样子。哦，这个脸真的是马路，是没在骑车吗？哎，去，我就是三宝。就是三宝。换你，四个字，马路三宝，半路跌倒三宝，半路三宝，马路马路三宝，马路三宝。这游戏好顺利哦！哇，对呀，我们两个，我刚刚都不敢上去。来，你们两个去一起，一二三，马路三宝。好，你们两个把耳机交给下面两个。完蛋了，完蛋了，真的完蛋了，太惨了，怎么办？我太惨了，不能随便玩。我今天很会猜。我觉得唐唐去要生气了，唐去那边，我们 Kimmy 在第二个好，Kimmy 体验一下那个。完了，要坏掉了。还好吧，可能要猜很久了。来，你抽题。抽这一题。好，最后一题。给金龙在这，不会猜很久。完了，要掰了，要掰了。好 ，OK 吗 ？OK， 我认真。好，认真哦，你认真哦，认真。像极了爱情，下起了爱情。哦，像下棋，棋下移，棋棋棋棋了爱爱情棋好。下起了爱棋，转身，咦，下起了，快猜猜，转身，我怎么都忘记了，他什么字？什么害羞的笑声？对，下零零般的棋了爱棋，下，哈哈哈哈，下棋，下棋了的爱海，咦？下棋的海边呢？咦，这是下棋的海边啊！下棋的海边了，现在在榕树下下棋，下棋的，很像歌名。冷了自己，自己还疑问，他自己一直笑，好看。下棋，下棋的爱，他答案一定是错的。下棋，下棋，下棋，下棋。哎，他那个笑好好看，好好看哦！我想看他的笑。下棋，我要帮他转下棋，让他磨磨的。的爱，爱棋，爱棋，哎，有喽！什么什么的爱情？被电到了！哎呦，哎呦，下棋的爱情！哦，下棋谁猜？下棋的爱 ，OK 吗？下棋的爱情。好了，来，拿下来，太简单，拿前面，拿前，小心头发，前面，来。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最后会答对吗？怎样？象棋的爱情。象棋的爱情。哦，你不要再说了。我跟你讲，你完蛋了，你要开始被底下的网友骂了。我们都不敢讲话，你完蛋了。哦，他的女友，你完蛋了。我再去买，对不对？也是女友。你最好是买一百本，你最好是买一百本发给他们，贿赂他们了。好，你完蛋了。来，开始那个私讯重新的 IG， 你的那个收件地址。他会把这个写真寄到你家，要私讯 IG， 要先追踪 ，OK？ 追踪，他会把。好了，不要闹，对。哦，可以啊 ，OK。哎，我在最后一刻才。最后一个，真的。而且你很像最后一个，讲到一半就想，哎，谁在猜？我一直在想，你刚刚为什么突然笑，害羞的笑？因为我不知道我到底讲对不对，我知道我讲错，因为我听出来你错的。讲什么？象棋，我说下棋了，爱情。下棋了，爱情。然后下棋什么？嗯，对。然后后来就，哎，音好像有点接近。再来一。
再一起。你再做一个，我刚做一个，做一个，做一个。谁要？谁要那个？谁？我吗？你啦，你啦。我讲，你去第一个。游戏 boy， 游戏 boy。他们中间笑对啊。我刚刚中间，哎，我中间就死定了，就是要死定了。这游戏也太顺利了。前面对，大家都这么厉害。希望我们的默契可以传到最后一个。他听不到。中间的有点难。没有，那你这一关最难的就是常常了。哦，真的是。说不定他今天会猜啊。哦，可以啦。有叠字就可以啦，可以啦，他可以啦。哎，不行你就死定。来，不行。三，什么？三个字，三个字，三个。你旁边一点。三个字，洗洗睡。洗洗睡，去吧。他直接是对的。哎，不是，他根本就不知道。他不知道是吗？他不知道什么意思。洗洗睡，洗洗睡。嗯，你刚刚生气啊？是吗？洗洗睡，打架了。你没听过这个吗？拆瞎毁。为什么会变这个了？刚刚那个啦，洗洗睡，洗洗睡，洗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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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七吃屎，洗洗，你们不要吵架呢。洗洗洗洗洗洗，睡，对啊，睡睡，嗯，睡就睡睡，可以 OK， 好，就这样，洗洗睡啊，很棒很棒。洗洗睡，我是被听到了，洗洗睡，赵林，洗洗睡，洗洗睡，洗洗睡。OK， 拿下来，拿下来，拿下来。洗洗睡，好听。洗洗睡，怎么会有洗洗醉？洗洗醉，你要用的是领带，是不是？他刚刚一直跟我说洗洗醉，洗洗醉，洗洗醉。对对对对对，去去去去。好，让我相信 Kimi 会知道。想说，对，想说也太快。Kimi 的默契竟然这样，对，直接隔空这样，直接隔空，好感人哦。我他已经知道，去去去去去去。好了，我们直接来听一首歌。OK， 最后一首了是吧？最后一首是不是？最后一首是。那来什么歌呢？遇见。遇见，我们来听一下。接下来我要唱的这首歌是孙燕姿的《遇见》，然后我会知道这首歌是因为看了《向左走，向右走》这部电影，然后我就觉得这首歌的歌词让我非常的深刻，因为我也在期待等待我未来的那一个人，希望大家会喜欢。谁会
受伤害。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今天很开心，我们可以请到 Kimmy 来我们这边玩，没错，然后带来好听的歌，然后还有跟我们去玩游戏。这边呢，给你一点点时间，然后你再告诉大家你的作品，然后还有你的 IG 粉专。好，这是我的写真书《24个 Kimmy》，然后有附上单曲《你的女朋友》，单曲现在在数位上架都可以听得到。然后我的写真书在我的 IG 或是粉丝团都可以找到购买连结，然后粉丝团搜寻雅涵 Kimmy 就可以找到了。OK， 接下来会有一些现场的活动，预计是满1500本会有签书会哦，1500本，1500本就有签书会。我们今天很开心 ，Kimmy 可以来我们这边玩，谢谢你来，希望下次你来跟再来。好，你一年发一次，可是你可以大概2个月来一次吗？来自己许愿池，跟许愿池有没有？你可以2个月来一次，2个月来一次。好了，啰嗦，好了，我们下一半还有一个来宾要来，我们5分钟之后见，聊，拜拜。